球场，天母棒球场设计的真的是蛮好玩的。对，有吃有玩。杜佳明这一球打到中右外野方向，真的是三不管地带落地的形成了一支德州安打，而且选球也很有纪律。这球打到了中间方向的平飞球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哦，连续两支安打的串联，现在雄鹰在三局上半哦有很好的开局。果然白短点了，点第一球，最后再投手正面，埃普勒传三垒，完成了封杀。哇，这是个失败的牺牲触击啊！哇，是一个四坏球保送。美国这怪物实在是太多了。对，内角球起到了效果，左半边小飞球刘继宏有守备的机会，在界外区完成了接杀，两人出局。打局轮到张兆元，这一球打到中间方向，平飞安打出现了，三垒上跑者回来，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后，也要回来得分吗？来得及啊！所以张兆元这41棒抓第一球，扫出了带有两分打点的一垒安打，台钢雄鹰逆转超前，目前2-1领先味全龙。才刚想要讲完打对付完这强大者之后，下一个不能掉以轻心了，结果第一颗就丢得比较甜了，可惜了。送回了曾子佑跟郭永维，但陈文杰抓第一球没有打好，左半边的冲天炮，刘基宏在张振宇前面完成了接杀，这个半局结束。虽然满垒情况下三振魔鹰。让魔鹰没有打好，但是张兆元的安打让台钢雄鹰现在取得了2-1的领先。